来是不是有禁言术嘛？你觉得如果平行岭男团聚在一起的话，最应该禁谁的言？全体吧，全体吧。往上面，全部然后啪一刀，然后再一剑，我啪又一个，然后再用一打，然后又一个脖子，啪又一下。我兄弟义无反顾的去送死。自从你刀把这个都变得十分不上道义。你真听说话，你何时真的答应过我件事的啊？我让你年纪比我小还叫我宝宝，不应该叫我哥哥吗？我跟蛋蛋去约着上厕所，蛋蛋先出去，我说一会儿要走，你给我发个微信。然后蛋蛋出去之后，我就听见外面大巴车嗡嗡的声音。不对劲，哇，我好感动，超美。哎，儿子，儿子，快快喝，快！这是我们的儿子，这是我们的儿子。应该问江姐，应该问阿姨，然后呢，可以问一下阿瑶。还好我走的比较早。杨大为什么是音乐课代表？因为他不吹那个。住嘴吧。